欢迎收看 IFBI 评测栏目，我是本期的明星探长黄景瑜。好的，我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小手包，这个是 Dolce & Gabbana 的 Family 系列，然后上面有两个可爱的卡通人物，左边这个光头是 Dolce 先生，右边这个戴眼镜的是 Gabbana 先生，这也是他们对自己设计的一个卡通图案。然后我觉得这种包包平时拿着就是比较方便嘛，不管是走机场啊还是平时出行啊，因为它很简单又很小，里边放一些比如说钱包，放一些卡片，然后护照什么的，平时我们都在手里拿着会容易掉嘛，然后这样放到一个包里就比较安全啊，放一些还可以放一些手机啊零钱，对，就总是很方便。而且这个皮质很软，然后颜色很鲜艳，而且到这改版的形成这个卡通形象也蛮可爱的。还有比如说有一些零碎的小东西啊，耳机啊零钱啊什么的，我们都可以去收到这个小包里面，也很方便嘛。然后这个 Family 系列不光只有这个手包，他们还有比如说手机壳啊，双肩包呀，然后鞋子啊，都有这个两位先生的这个卡通图案在上面。